爸爸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小时候你奶奶给我做的五花饼。五花饼？什么样子的？好吃吗？跟手掌差不多大，红红的，味道很独特。怎么做的？你会不会做？会啊，做起来很快的。那你给我做一个呗。你把腿伸直，裤腿撸上来。干啥？我要哭，我哭给你看。我们也来给爸爸做五花饼吧。五花饼，吃五花饼。今天早上吃啥？做个鸡蛋饼。我不要吃饼，我什么饼都不要吃，画的饼也不行。